下面的那个推的掉了。这是租的还是新的？这是租的还是新的？新的。看起来是租的，那个有号码。这多少钱？这款是29.9万。29.9万，新的吗？嗯。新的。对，三月份刚发布的呀，小米的暑期。一次充电得开多少？800公里，这款车现在是。二十多少？29万。对，29.9万。